回家吧，回新家。我觉得快好了。哎呀，那沙发是什么意思呀？空调装不了。啊，我看了3个小时呢。那咱俩是什么人在囧途吗？哦，哇哦。哇，你家采光真的有点好嘞。是很舒服这房子。叠个千纸鹤，再系个那又是这首歌。我要开始我的一天了。历经囧途的胖虎开启了独居生活的第一天。大清早的干点什么好呢？哇，好干净啊。哇，胖虎皮肤也好好。我也叫胖虎，其实他们都叫我胖虎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干点美女该干的事吧。芜湖还不错。哥，美女的事我在行，就是说检查一下咱的睫毛。家人们一整个被美住，哈哈哈。什么表情？你的表情真的好满意啊。咦，有点饿是咋回事？不胖吧，应该还能吃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有病！不要刮我，我有病！我有病！宝贝，你总有一天要恋爱的，你知道吧？你注意一下嘞。那我的阳光真的好舒服。这是什么仪式吗？我们的阳光真的非常的舒服。我们真的一模一样的地毯哎。对呀、啊。好巧哦。反手就是一块抹布。高秋子，你觉得怎么这么不注意些？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刚化了妆。你怎么听得像是在吃东西？没有啊，我在你家楼下，来开门进。快，我们来突袭检查。哇哦！凭什么？就我家，我没有隐私权吗？你回去了。搬东西的时候叫人家，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就不开门。冻死！听到了吗？后面有一个男生说他冻死了。嗨，안녕하세요。嗯，哎，谁来了？你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，怎么就不敢跳出来？你一直不敢。你也看过吗？当然了，我也看过，我也看过。你们干嘛？안녕하세요。是谁？你的老板？我经纪人，我的大经纪韩豆豆。我要把他的名字说出来。哎呦呦，他在干嘛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。礼物？什么礼物呀？你看看吧。哦，好文案，让你家香香的。嗯，这个桌子不错，我也买一个。这桌子2550。这个是什么？路由器。那你就放这儿，这也太丑了吧？我觉得挺好看啊。就这样啊？你认真的吗？而且你想，我在抢网速的时候，我可以这么近的抢。是吗？嗯。但是这个也太丑了吧，你这个放在这里。哪丑了，还好。路由器不是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吗？你们得找一个有网线可以插的那个网线呀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安过路由器啊，姐姐们？咱们就是说这个得藏一藏。太丑了。我的家。他们三个真的一进来就开始在批斗你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的腰有这么瘦吗？有啊。你让他转，他不可能，他不能塞进去。我真的可以塞进去。这什么？这瘦腰的是吧？我这呼啦圈，你看，然后转，转，就转不起来了呀，因为你刚好卡死，它转不起来啊。你看，什么？它还有空余呢，看一下，不好用。你为什么不坐着？我在审视你家呀。这真的好有压力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要把你这个阳台啊，真的收拾起来，然后。比如说买一个小的椅子，比如说把这个椅子放在外面，然后再搞个小桌子，然后像这样的天气，你就可以坐在外面晒晒太阳，然后观赏美景，然后喝个咖啡，多不想听了。
怎么样，这个沙发很柔软吧？你知道吗，这沙发最可怕一点就是它的贵妃位比它的正主还要大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集你们都不会听到我讲什么话，他一直在说。哎，你看一下你的冰箱。你看一下我冰，你看呀、啊。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，好臭。真的好臭，那冰箱真的好臭。你这样吧，把我送你的这个香薰直接放到冰箱里。我不是，我不能理解。哎，我冰箱到现在都还没弄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因为它太久没有用了，所以很臭。可以看一下吗？你随便看。不太好，我不太好，我毕竟是个男生，家人们就是。这地毯好丑啊！我知道是有点丑，也是一些平价化妆品。对，好平价哦。哦，原来我假睫毛掉这儿了。你这个你假睫毛挺 free 啊，除了不在眼睛上哪都去。你们可以现在离开。哦，这个味道我喜欢。你这个还没拆吗？拆了吧。这个味道是我的最爱。哦，这个味道真的好，就真的很好闻。你要是敢喷出来，我就揍死你。这个谁想要？我想要。那膏子应该用不到吧。哎，这个兔子我也喜欢。这里好像不是你家。我的日常。咱就是说，前一秒他说我是男生不好吧，后一秒开始翻了。我毕竟是个男生，家人们就是说。有人敲门吗？这不是他的电视机吧？是我电视机啊。哦莫。哦莫。不是。我怎么可以这么跑呢？哎。高秀子，我饿了。高秀子，我饿了。你饿了？姐姐给我们点什么外卖吃呢？你要吃什么？吃什么呢？我就看着点了啊，就是不用在乎价格的，对吧？大盘鸡点起来，炒面。那个凉皮很好吃。哇，这个好吃，点它。哦，这个牛肉条，哦，好吃，点点它。我的表情，秋子内心在滴血。哦，这个鸡蛋想吃，我想喝个这个汤。点，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可以吗？我想再加个酸奶。喝酸奶的人，喝酸奶吗？你看金牛座已经在摇头了。我们点的外卖都快赶上高秀子的餐桌的钱了。你这一桌是靠表情包凑起来的。哎，我的表情包怎么这么多啊？栗子非常长肉。对，可是冬天就应该吃栗子啊！天天说要减肥，要减肥，又管不住嘴，又迈不开腿。你刚才也吃了很多栗子，这上面应该有，还有吗？可以帮我把垃圾桶接过来吗？你还吃了糖葫芦。这都能抓到，为什么还要看垃圾桶、啊哦、这么抓。This is demonstration for Joe PD。 好可怕。你是不是看到我们来了才把糖葫芦扔了的？不是，是他们扔的。真的，我本来要吃的，他们要收拾我的桌面就给扔了。哎，你真的是、啊、热量炸弹，还糖葫芦，还山楂。你能不能今天对我温柔一点？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可以啊，没进啊，我在那没有反应。电视来了，来了。Oh my god！ 我给你播好运来。完了，又来了。又是好运来。咱就是说，你的好运来了。你好运来。欢迎仪式。哇，好大呀！哇、啊、塞，大彩电真不错呀！哇哦，六十五寸好大，师傅会帮忙安好吗？我不安装哦，不安装是吗？自己啊、哦，我会安，我会安。行行好，谢谢你啊！来，把这个抬起来吧。哎，你扶到下面的哈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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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知道吗？我安完以后，有人给我打电话，你要安装吗？我整个人就对啊，一般都是第二天来安，这是一个小知识点。快点快点，遥控器呢？哇，真的好大呀！现在，你手机想到这个吗？
好人有好报是吗？你的外甥女儿。对，傻人有傻福。我还对，哎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好人有好报呢？哦，下次都去蹭一蹭。那、啊、确实蛮大的哈。越看越开心，小哥，越看越快乐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看《创造101》。我喜欢他那个，我就是这种女孩。来了，很可爱啊，是不是那个歌？你放，我看一下第六期。哎，我要看一下关秀子的那个定妆照片。哇哦！哇，你就在左下角，哎、你石化了吗？社死现场。他没有回头，小高没有回头，没有看。就在这一分钟之内就出场了。你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节目啊？看过看。真的要买个音响，还有那个就是说，智能马桶盖，真的，我跟你说那个东西，我跟你讲太需要了。他就特别像一个产品推销员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让他送啊，然后他再也不会问你了。对，学到了。然后把暖气赶紧冲起来，还有冰箱把它除一除味道。你不想打开冰箱 ？Oh my god， 就是那种状态吗？这哈哈哈，这好多种表情包，真的好酷。这个窗帘不好看，我觉得这个灯也可以换一下。我觉得我在我的经济范围内已经弄得挺好了，我没有那么高的经济条件。哎，明年给你涨工资。涨工资我也不会把钱放到这儿用。那会把钱花在哪里？给我爸妈。真的是。来了。外卖。哦，我快饿瘦了的。来吧，家人们，吃吧，咱们。你不吃了是吧？你坐这儿看着我们呗。哎，你家的这个桌子啊，都放不下菜。Oh my god， 炒面绝绝子，真的这个炒面，哇，天哪！哎，陪你们吃点吧。啊，我怎么是这个头发？为什么没有人提醒过我？我跟你说，这种发型有一说一，认真扎的时候扎不出来。不是说不吃吗？点这么多不能浪费吧？吃饭之前多喝汤，容易瘦。这次去横店有什么想法吗？突然吃不进去了。横店剧组就是一个小社会，不要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，不要一会儿亢奋的要死，然后一会儿又那个啥，懂了吗？我会时常去监督你的。我希望咱们不要再因为剧组的再吵架了，好吗？咱们有吵过一次，对。好。冷战了大概一周吧，我们俩一周一句话都没有说。那如果确实我有听到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说人家说你情绪可能不太好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那我是不是要反馈一下呢？你懂吗？你一定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比如说你做这件事情，或者你说这样的话，你要多顾虑别人的感受，好吧？嗯，是真的爱你。嗯，反正不管怎么样啊，多跟那个梁老师多学习学习演技，他演技还蛮好的，跟导演也是，千千万万啊，千千万万，好好表现。但我真的觉得你比2019年、2018年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整个人的状态好很多。那还不是因为有你吗？哎呀，这话说的。那本来就是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现在应该在武汉哭吧。北京的房子租不起了。嗯，咱就好好工作吧，啥也别说了。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拉回来啊，好好，他很爱你，嗯，他担心你走错走歪，没有人会跟你讲，你真的要珍惜他会这样去跟你讲话。
但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特别好，就是你们的团队跟我们团队非常像，就是他虽然是你的经纪人，但他会去你家里头，然后你们相处起来就跟朋友一样，看会有斗嘴啊什么的，这样会有一家人的感觉。我很害怕就是经纪人在里面冷着脸，然后平时没事情就冷着脸，然后大家就只聊工作的时候，我会很难投入进去，对吧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觉得很孤独。刚看那个真的好温馨啊，他们是吧？我在没有他之前，我是真的有快大半年没有工作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只能在房子里哭。但他来了以后，就是我们慢慢的从一个活变成两个活，从三个活变成四个活。他经常跟我讲，他说我觉得我作为你的经纪人，我只想把你的工作堆满。就有时候我跟他讲，我说我真的一天都没有休息，我好想缓一缓。但是他说，对于我而言，只要你满了，我才能不焦虑。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的是什么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越长大身边很少有人会说，哎，你这里有问题你一定要改哦。他想让我在外面可以做一个好孩子，然后完美的孩子，然后不要犯错误。真的，我觉得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，真心话、就是、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也是特别幸运的人。我老板也是，就我在北京换房子或者什么的，他上来就问、啊、你还差多少钱，然后哇，因为像我们公司以前，他其实就不是做经纪的，嗯，我们公司以前是宣传公司，然后为了我去成立了这个部门。哦，然后很多朋友就跟我说，他们都没有接触过，你为什么要选择他们呢？但我其实说我可以接受你，我们都不会，我们可以一起变好，但我不可以接受说，啊，我们你好像很厉害，但是如果我们心不是一条心上的人，我会觉得说，我很害怕这样的工作关系。明白。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就是。可能经纪人一开始也不是很会跑组，也是跟着你慢慢一起成长过来的。对对对，我在努力让我自己变得更好，他也让在努力让他变得更好。我们不只是工作上的伙伴，我们也是在一起往人生更同一个目标去奋斗的伙伴。我的经纪人就是又像姐又像妈的一样。就一定要说点什么。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。哇，你想退出，我直接离开。我跟羊吵过架，我扇过猪一耳光。我懂那种痛，很尴尬。它不痛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。皮卡皮，欢迎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闪亮的日子长着呢，观察年轻人独居生活状态，也可进入闪亮的日子话题页，发现独居生活之美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